4月17号到5月3号，我们12生肖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。首先，第一组猪兔羊的，猪兔羊呢，家庭和睦，长乐知足，表示平安愉快，这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我给了3个赞的评语。其次是胡马狗，胡马狗是工作考验，小心应付，那工作上可能遇到问题啦，或者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要妥善的应付，所以我是给了2个赞的评语。再下面是蛇鸡牛，蛇鸡牛呢是达成任务，大获好评。达成任务当然工作啦，业绩都不错，那么老板啦、同事都非常的欣赏你，所以是5个赞的评语。那最后呢是猴属龙，猴属龙应酬不少，增加人脉，人脉就是钱脉喽，所以是给了4个赞的评语。那下面加码，本周有4个生肖，也有3个生肖运气最好的。第一个是钱财最旺的，钱财最旺的是属牛的朋友。其次是事业最强，事业最强恭喜，是属龙的朋友。再下去是桃花最红，桃花最红恭喜，是属羊的朋友。好好把握本周的机会。